好土的穿搭呀。Hello， 大家好，我回去了。我是在上面大复活。我第一次要去我们岳阳机场，我现在心情也是非常非常激动的。我们岳阳终于进了机场，但是我还没有坐过上海直达岳阳飞机呢。哇哦，这个咖啡店好漂亮。其实我今年最搞笑穿搭、最臃肿穿搭型。哇，岳阳机场，大家快上去看！貂蝉，你来接我了，貂蝉！这是大哥来接你，貂蝉，快找到了。貂蝉，哦，给你穿地。我现在已经出来了，我爸、我妈和貂蝉都来迎接我了。我好开心呀！岳阳机场，我是第一次来的。我也是。你这个帽子好可爱吗？有点像 Olive。岳阳，哎呀，你怎么困啦？大川，你怎么困啦？你要困啦？你眼睫毛好长呀，怎么种的？貂蝉，你在梳头发，在梳毛毛。你别咬，我给你梳。别咬了。没带梳子，在家的时候就找了这个梳子。好乖哟。这是我爸给我做的。看起来不错。雕雕。雕雕。雕。The next day， 有嚼吗？要洗澡澡啦！要洗澡澡啦！是不是？但是活着太穷呀。现在很开心啊、是不是 Day 3还在盼住众生不及挣不脱跑不过每个解不开的结一种解不开的结是你远看我还以为在开大会呢，近看原来是在卖奶茶，太夸张了。给大家看看我人生第一次种睫毛，我觉得种得很不错。哎，他们说我很像一个四五年前的人，让我有点难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拍出来还是很上镜的。脱鞋子喽，貂蝉蝉。脱鞋子喽！他这个鞋子买的还可以，它有个生疏，它拉开了就好脱。来，看新鞋，看，漂亮不？好看吧？Day four， 回家的第四天，鸡汤。
和无线电通信设备等，总计约33吨。这里面空调。妈妈，你们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你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这里看了。来了就是了。三个小时的新闻联播了。你的肚子啊！啊！上班了，怎么睡着了呀？老爸起来了。睡觉后面总有一幅这么大的花在后面盯着你，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刚进 SNH 拍了一套圣诞生写，我很开心的发给了我妈妈，哪知道我妈妈就这样保存了下来，把它打印成这么大的一个相片挂在我的床头，然后每天睡觉眼睛在盯着我，太可怕了。这是岳阳最好喝的咖啡。My favorite 山楂棒棒糖 ，so cute， 治你的胃胀。要棒吗？棒，也可以站了，都可以。我站，站吧，姐姐。想吃站的就站着。这个咖啡好像早上是咖啡，晚上是 bar。天哪！如果是张鑫，他肯定很喜欢这里。进来看看。
吃了，你不能吃，你吃了会吐的。你生病，啥都不想吃了，知道吗？你说再爱就是幸福，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耶，这是来姨妈家吃饭。小雨，开起来。这看起来太好吃了吧！我好开心。小雨，把公筷放在碗上面。刚才一个晚上，这个猪就我说的，把那姜也放多大，吃成虾。可以吃了，你就待在这儿。前两天吐了，你自己不知道吗？休闲的。妈妈，这我们的歌啊。有这个？对啊。我现在在跟我妈妈逛岳阳楼，这里是卖各种古风的衣服的，她那种拜年小孩子穿的好可爱。嗯，好酷啊！好酷啊！是猪啊？羊？做一个羊？做个羊？做个羊？呵呵呵，嗯，三五年前走的路，在土里面。好，那个，嗯，你家这是几？哇哦，好凶哦，你们两个！哎呀哎呀，彪彪。彪，你好乖呀、啊！姐姐，姐姐，姐姐，艾丽，我看不到你了，艾丽，艾丽，我看不到你了，呀，哦吼，哦吼，啊哈哈哈哈，哎哎啊！不需要读了。嗯，这你也看出来了。你已经有了。谢谢。Hello， 终于来到广州路一龙拉面。这里有好多店。哇哦，都是在这种社区里面的咖啡店，包括那边也是。这家咖啡店还不错，我要去看看。可爱的椅子，我现在来找一个这种巷子里的中古店。啊，我对我这个衣服上的毛过敏，行，你喝掉吧。
梗类哦。对，梗类梗。是啊，不是狗的一种。猫咪。雕雕。雕雕最积极，雕雕干什么的？真不错啊。嗨。你们俩现在像连头婴儿。哎，好同步。都吃的挺欢。来，还想吃。The next day， 发现了好适合我的衣服，哇，这不就是我的最爱，绿色的，还是毛，绿色的毛，哇，绿色的毛，我之前3CC演唱会穿了一个裹胸，就跟这个一模一样。感觉不错，我听到这个奶这个词我就进来了。被迫营业中。两个那个抹茶牛奶小方。听他说这个很好喝。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吗？有少的。1337吗？这三杯。看起来真的好棒。哇、嗯，超棒的。难道是牛蛙吗？哇，空心菜。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哇。是什么呢？河粉。那小方挡住我了。怎么开小方啊？笑死。我是美女。我是小方。我是靓女。19块钱非常非常的实惠哟，飘逸，飘逸感十足。好，下雪如初春，我天哪！大家看看，已经快熟了。老爸把它烤糊了。刚好熟的，找个这个是找的不是钱。OK。那还有什么？那里？嗯，好棒，这个肉好。这是啥？小香肠。